佛教智慧故事，贫女点灯，星城不灭。谢谢您，卖烧饼哟，刚出炉的烧饼哟。老板，我想买一瓶灯油。你还是拿这钱去买吃的吧。不，我要买灯油。灯油5文钱一瓶，你的钱也不够呀。5文钱不是一直都只卖1文钱吗？今天和往日不同，国王请了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里说法应供，大家都抢着要去点灯供佛。到了明天，这灯油恐怕还要更贵呢。那您行行好，把一瓶油的1/5卖给我行吗？你这人真奇怪，宁愿饿着肚子也要买灯油，到底图个什么呢？今天我见全国上下人人都尽自己所能供养佛陀，而我因为过去所造的恶业太多，今生贫穷卑贱，无力供养佛陀，我发愿要更加努力的乞讨，以求能够供养佛陀。今天是佛陀来我们这儿的第一天，求您成全我的心愿。我不是不愿帮你，你这1文钱买的油连1盏灯都不够供养呢。供养1分是1分，我不求换来多少福报，只想尽我的1分心力，求您了。你不要这样，我卖给你就是了。谢谢您，难得你这么虔诚，这瓶油送给你，你拿去供养1盏灯吧。谢谢您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报答。这1文钱你拿回去买吃的吧。不不，您肯把油送给我，我已经万分感激了，这钱您一定要收下。有没有搞错？你一个乞丐也来点灯？哼！没有灯了，我点什么呢？怪不得没人用你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没人愿意理睬的。愿以此燃灯的功德，让我来世具有智慧，并消除一切众生的烦恼无明。奇怪，这油灯烧了一夜，油都干了，怎么还不熄灭呢？我去打水。师父，这盏灯有点古怪。这盏油灯不是你能熄灭的，就算用四大海的水灌注，或是强风狂吹，也无法熄灭。
请问师父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这是发大菩提心之人所布施的灯火。这是何人供奉的？佛陀，慈悲的佛陀啊，请您接受我的礼拜。女施主，快快请起。你这么早来，可是为了来供养灯火？我昨天供奉了一盏灯，如今已经身无分文了。那盏就是我昨天供养的。这里的油灯都是一个样子，你怎么知道那盏灯就是你供奉的呢？这盏灯换了一个角，是昨天剩下的最后一盏灯。女施主，你未来将生在光明的世界中，生生世世身具光明相好，无量劫后你当作佛，佛号灯光。佛陀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如来是不妄语者，佛陀怎么会狂语欺人？小女子希望能皈依佛陀，跟随您学习正法，祈求早日成佛。善哉善哉，善女人呐、你善根深厚，我就答应你。从那以后，难陀依止释迦牟尼佛为师，成为僧团的一员。可以得到八种无量的果报，分别是：一，得到佛陀无量的眼光；二，得到无量的神通；三，得无量的佛戒；四，得如来无量的三昧；五，得如来无量的智慧；六，得如来无量的解脱；七，得如来无量的解脱之见；八，得明白一切众生的兴趣或嗜好；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